When we're thinking about branding Taiwan, in fact, we're thinking about our people. Taiwan has very interesting people who originated from, although mostly, a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is diversity and this atmosphere of freedom gives us a very strong incentive and very strong motivation to reach out and be innovative. And the people is act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strength of Taiwan. And with these people, one day we will become a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forward-looking society, so that we see the future right now in Taiwan.机械狗、机械猫或者是任何的机械的生物放在水里面的时候，它其实它整个感觉就跟在陆地上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做，你自己有一个开创性的做法的时候，你其实会看到更多的技术是可以研发的，你会有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创意点会在里面发生。 传统的那个电子宠物，它没有办法让一般的老人家上手。那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说要它跟这个电子宠物有最直接的相处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它把真实的生活的东西直接拿给虚拟电子宠物。随着地球的暖化，其实环保议题也逐渐就是被大家所重视。所以我在思考说，手机是不是可以运用一些比较特殊的细胶材质？ 让它利用吸盘的原理吸附在玻璃上，那同时呢，也可以将阳光的热能转换成一个电能。很多服装设计师在做的是剪裁的变化，或是颜色的变化，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材质的掌控。 服装设计跟很多其他的视觉设计最不同的是，它是穿着在人身上的，因为材料不同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那对我来说，这就是服装设计的最核心。我会希望我有一个这样子的设计的思考空间，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创作服装时候的价值。 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啊，我觉得一个优点就是比较没有包袱，所以你在做用传统的元素在做创作的转换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些既有的框架啊，越是本土越有机会国际化。那这样子的本土的意识能够让你在国际上是跟不同的艺术家、不同设计师区隔开来，那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